孩子，对不起，就让我安静的离开好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他就做了一连串脱序的行为，连郑老师都不知道他怎么了。我觉得邱佑有挺有很大的几率是被灯猴缠身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赶出来。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会陪着你。履历报道，爱的故事。本节目由女神一灯冠名播出。